向飞，我是看出来的，你这是拿你姐来的混吃混喝的。没有，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怎么回事。来一个。喂，我煮的。你吃。好吃。吃了不饿。不饿。安龙，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这针对于张小飞，我跟张小飞他姐，你有什么想法？我有什么想法？我就看月亮得了，我还有想法，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把我充飞呀！我充的，你不知道，我从小到大就有个梦想。什么梦想？全民姐，就是但凡有姐，都得叫我叫姐。那是梦，不是梦想。我跟你讲。这个梦想早晚有一天能实现。张飞的姐妹走了，搁家去当他姐夫。关键啊，是张飞那头他不生口啊，我叫他叫，不让他叫我叫姐夫，他干不叫啊。我都愁死了，今天。你把你脑袋嘎开，看里面能写的有什么？怎么写的四个字：全民姐夫。一会儿你自己扫吧。我扫。嗯，冒单，骂啦冒单啊！你要是当谁姐夫啊？当你姐夫？你当你姐夫，你们怎么事儿？叫我姐夫听听来。你才付出多少啊？就叫你这叫姐夫？我付出也不少啊。你知道这声姐夫有多大的责任吗？多大？吃不顿饭就叫姐夫，那以后你要拿牛尾骨啊，拿牛尾骨说以前的年代哈，一个牛尾骨绝对能娶个媳妇。那你现在什么年代？现在100个，你给我呛了。我跟你讲，我姐，你别说，我姐在家过两天就要走，那现在就寻思这也没有什么合适理由，过两天就走，怎么整？过两天要走啊？嗯，你说你就展示那一下子，哎呀。你别来那拿他，你怎么意思？意思有合适人，你姐就不走呗？对呀、啊，是这么说。你行不行？你到底行不行，二哥？你这么的，飞啊？嗯，你二哥我也不是差事的人，是不是？你把你姐叫过来，你当姐面叫我一声姐夫，你看看，什么都有，天上龙的，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姐夫，那你给盖我费了啊？你这哪有哪呀？叫人姐夫，真的，你要当姐面，啊不要叫人姐夫，真的，盖口费，我跟你讲，这个数。我把我姐叫来，你再展示一下，我看你怎么的，行不行？你不叫姐夫，我展示啥呀？真的，你就这点啥？这叫一声，我怎么的？叫什么？你叫声，我看看。咱俩多好啊！咱俩也好。姐喊过来，我给你次机会，你自己看办吧。你走吧，老二，你看着啊，他把他姐喊回来，你看着，我就让他当他姐面喊我一声姐夫，你看我拿不拿他就完了。老子没有关系，我怕老怕着干嘛？过来听会儿热闹吧，真是全民姐夫，梦想又实现了。还差一步，赶紧跟家做一口吃呗，老上人家吃这个好。没有事，我龙哥那也不是外人。再说吧，龙哥家天天都好嚼乎，我二哥也大方。行，你说那二哥，我请那二哥瞅我怎么吃呗。那正常啊，没有，那你别寻思那么多，他瞅谁都知道这一天。咱怎么着？他一天他脑袋里边想法多，你走吧。没有事儿。啊，小飞来了啊！你看我这回我拿不拿他？走了，二哥。看看。啊？拿啥吃的？呀，小舅来了。哎，妹哎哥。哎呀，来了，你今儿想吃啥？怎么的，二哥又要破费啊？那你来了，那必须安排。行，我二哥大方，贼大方了。是，老大方了。你姐也来了，你是不是？当你姐面。叫一声姐夫挺疼。叫你说你还有哪姐？没事姐，你先进屋，跟他们哥唠唠。你还有哪个呀？你磨蹭了，你又磨蹭了。什么磨蹭了？吃的下给你姐妹。没有，姐，先进屋，没事，咱俩给他玩儿去。
你怎么磨蹭了上头了你、啊、什么玩意磨蹭了又上头了你怎么我就跟你讲你这种姐夫你教不了我跟你讲东西什么玩意没有你三包赖呀、啊、你 啊, 啊你就三包赖拿着包赖拿着牛尾骨让我叫叫姐夫不啊你那还是小舅可不也好去谁小舅我跟你讲啊小舅啊这种姐夫你叫也得叫不叫也得叫你叫完了菜立马送上什么牛尾骨这那的什么都有要啥有啥你不叫你看丢人的还是你我丢什么你啊我丢什么把你爹领来了要你再领回去怎么烦我不管我还想不太叫你反正咱回到龙哥家了咱没你看龙哥还在这等菜呢、啊、你看那咱就这么靠就等了哎看咱谁能靠我谁能靠我谁反正丢不是我龙啊你饿吗不饿，那你我也不饿。等，我看看，我什么情况？你厉害，你厉害，你厉害，你跟我看你跟我玩三十六计。我跟你讲，哎，什么情况？哟，没看到你，想你们了。拿什么玩意儿？买海鲜，老不一样了，这儿吃的。啥呀？你看人家自己，哎呦，行了行了行了，咋的了？那谁？谁？那个那个谁？姐，姐，给我做饭做饭，来。二哥，机会给你了，你不中用，你白费你。别着急，机会有的是。哎呀，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就完了。你不用幻想了。呸！我等你。呸、嗯！真的，要好是真好。哎呀，我要不好哎。东哥，嗯，可买的虾，行不行？够用，别够用啊！够用。这两天听点事儿。什么事儿？张文的姐来了。啊！不是二哥开始空腹展示的，他一说我在这儿卡了，又开始了。我帮你干点活呗。不要钱，你进不去。你去陪二哥唠会嗑呗。妈呀，那我还是干点活。怎么了？还骂二哥？瞎大吧？大，是不是？嗯。给我。带带要不吃我二姐也行还光能吃啥呀连光你的都饿海鲜端过来我早就听说了来哎我这都挺辣吧还行啊吃不了辣的我弄那么辣的你叫姐夫下回弄你快把嘴闭上用不着你你就不张那个嘴别多把嘴闭上了。干啥呀我？走啦走啦走啦！哎，这小辈一夜就上来了，谁讲？娃娃的。小厚，哎呀，朴实无华，走，这回来了啊！开动。来，小子怡，你就盯着点小子怡一点，人参酒，嗯呢 ，OK， 讲一个，尝，我可以，我看看，我可以看一看。我姐姐跟我一样，吃就吃就完事儿，吃就完事儿。嗯，哎呦，大小萝卜，哎呦，这都冒出来了，嗯。真香啊！自己先回来点啊。好。那这，但是真香。嗯嗯。辣不辣？不辣不辣不辣。我看他辣，其实他一点不辣。嗯。好的。嗯，加不错。嗯嗯。嗯，香。怎么样，何子怡？开始等啊！你等什么？啊！那出门呢？来吧。嗯。哎呀，爸爸，这个大手下。子怡，你这家海鲜买真不错，太棒了。好呀、嗯，我龙哥做的好。我跟你讲，二哥。就今年这个机会啊，真的可以说是千载难逢。你自己不珍惜，你以后拉倒吧，你别扯那没有用的。我跟你讲，飞爷，这今天啊，也就是子怡来了，
带食材来的。要么你这种姐夫，像你快把嘴闭，教育的教，不教育的教，快把嘴闭，你把嘴闭，是不是？张小飞，我是看出来了。你这是拿你姐来的混吃混喝的。没有，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对了，我听说你怎么过两天还要走啊？你快把嘴闭上。刚来，不得多住两天，放手。对你不能走，是不是？对，你看着啊，把嘴闭上，等着，看能不能拿不拿，你就完了。